每一個團體咧都會有分別有啲小弟多，啲小。年代嘅時候，香港人冇得自決佢哋嘅前程，佢都冇得揀，究竟佢哋係會主權移交翻去中國大陸，定係活喺英國殖民地，定係佢另外建立自己嘅制度？但係今日係香港民主嘅里程碑，有71万香港人喺民間公投裏面投票，話俾中國政府、話俾特區政府聽，香港人先至係香港嘅主人，我哋嘅前路由我哋自己抉擇。今日學界方案有31万人投咗票，是證明其實香港人相信他們的下一代，他們相信他們的下一代是會帶來一個更加好的香港政制，提名是每個香港人都認為必須要有的一個提名方式。大家好，我是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在今次的選舉裏面，學界方案是拿到30万票。我想我們在這裡首先是要多謝那30万的市民支持，更要多謝有人會說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是過於理想，不切實際，和發夢根本是沒有分別，但至少今天有超過40万的市民肯同我們一班的學生發這個夢，去支持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的方案。香港我主場，抗命不認命，抗命不認命，922學界罷課，922學界罷課，重奪香港未來，重奪香港未來。咁我哋今次搞呢一个大专生九二大罢课嘅第一个目的，就系要启动抗争嘅第一步。而学生呢一个罢课，就希望以大专生嘅名义，希望以社会未来年青社会年青人社会未来嘅名义，去启起，去鸣起第一炮，鸣起抗争嘅第一炮。第二个就系即系针对呢一个嘅提名委员会。或者是功能組別，而家嘅提名委員會組成四大界別，完全係傾向官商界，完全係傾向大商家、大財團同埋中共。所以我哋今次罷課就係希望以年青人嘅身位，以年青人嘅心態去重奪香港嘅未來，去話俾政府知，我哋要一個我哋所有香港市民，包括係大專生，包括係中產，包括係老年人，都能夠參與其中嘅政治制度，而唔係只係少數人。在度控制，在度勾結。今次我哋罷課第二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罷課不罷學。我哋希望可以喺罷課期間推動一連串嘅公民教室，推動一連串嘅公民審議，去令到唔同嘅大專生參與罷課嘅大專生喺停止正常課同學習期間，都可以有一啲深化討論，都可以有一啲深化思考，包括就係我哋點樣去思索香港未來。大家預計其實到時喺廣場是一個社會行動，但係同時間佢將一個知識廣場，因為我哋相信你透過太陽花學運，透過美國華爾街的呢個佔運動，
大家都見到在不同的廣場上面，它除了一個社會行動之外，亦都是一個知識匯聚的地方。而今次我們的集會，我們今次的罷課行動，同樣亦都會營造一樣的知識廣場，在裏面就是營造知識，就是求學。而某些吳克儉這些人所說話，我們罷課就是停止學習，絕對不是這樣的事。我們是歡迎不同團體是公開地邀請學聯的成員參與罷課學生是進行辯論，是講一講點解要罷課。但我們不希望的情況就是好像之前反佔中那樣顛倒是非，指鹿為馬，黑白不分，透過魚目混珠的言語，透過魚目混珠的異議語言藝術去抹黑罷課，去抹黑學生一場獨立自主行動。第二個就是我們學聯都希望今天在這裡公開向梁振英和張曉明以及海外人民日報作出一個公開回應，他們指責學生是受政團擺布，是受政客擺布，是被人當作籌碼。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絕對荒謬失實的指責，因為我們今次罷課的行動就是要學生重奪香港的未來，就是要學生不受政團、不受大商家、不受中共、不受中南海、不受習近平的擺布。我們最希望每一位學生、每一位參與罷課學生都了解罷課意義，都是認同我們的理念。所以我們希望是問每一位大專生或者香港市民一個問題，就是在現在的香港，在現在這個政經結構，在現在這個政治制度，我們是不是能夠承受，我們是不是能夠接受。如果我們不能夠接受的話，那我們是要認命還是是抗命？如果我們不想認命的話，我們就必須要出來行動，必須要出來抗爭。因為過去三十年我們見到民主政制是可以有代議士，是可以有議員幫我們發聲，但是爭取民主抗爭是不能夠靠代議士，亦都不能靠佔中三子，更加不能夠單單靠學聯和學生會成員，而是需要每一位學生、每一位市民去出來承受起這個時代的責任，承受起這個時代賦予給我們香港人的重擔，出來抗爭，出來向政權說不。命運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每一個香港人可不可以都苦心自問，除了我們自己，有哪個可以否決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和未來？為什麼北京的170個欽點的人大代表可以代表香港人決定命運？為什麼得票只有689的僭建特首梁振英可以決定香港人的命運？為什麼不是我們700萬的香港人去攻決我們的前程？今日922，我相信超過10000名的大專生已經逼爆了百萬大道，已經逼爆了這個已經舉行多次罷課的中大。我們見到在港英年代自1985年起確立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制度，當時我們殖民地的政府，亦即是港英政府，亦即是英國政府，他所管治的心態就是當香港人是一班難民，是一班順民，是一班過客，這樣管令到香港人可以安居樂業，可以有得到三餐溫飽，可以有地方去居住，就令到香港人不會對於這個殖民的政權作出反抗或者作出抵抗。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由英國的殖民地變做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是交由中共去管治，正式主權是落入中共的手上。它整個的制度，整個香港的政制，正正就是沿用著英國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制度，亦即是提名委員會的四大界別，亦即是政制入面傾斜資本家、傾斜大財團、傾斜李嘉誠、傾斜李兆基的選舉制度，冒著扣分、冒著爛 GPA 的風險都坐在這裡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跟當年已經不一樣，我們已經拒絕做一個順民，拒絕做一個爛民，我們要的是自己掌控自己的命運，自己決定這個地方的未來，自己選出自己的政府，大家是不是啊？
大家甘唔甘心俾李嘉诚、俾中环、俾北京去掌控自己嘅命运啊？唔甘心。后日，大后日，都会逼爆天马公园。我哋绝对唔会认命，因为我哋一定要重夺未来。会公布上昼大概有4000人去到天马公园上公民课堂，下昼陆续有更多人去到现场。而在朝头早，学联一班成员就趁行政会议例会到特首办向梁振英请愿。所以我哋今日攞住一本簿、一支笔嚟到，希望交俾 CY， 并且邀请佢嚟到天马公园直接同学生会面。完全认同大学同学他们的诉求，希望能够尽早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普选香港的行政长官。虽然他口讲话认同，不过他见到学联的同学行近一点，不又是转回入去。之后警察还说因为他们破坏社会安宁，要记录他们个人资料，还说可能会控告他们扰乱社会秩序。学联之后回应 CY， 说他扭曲学生的诉求。他说他完全认同学生的诉求，但是他只是将学生的诉求扭曲成一人一票选特首。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并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民主制度，亦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普选制度，并不是一人一票可以选就是一个民主的选举。他们还向梁振英发出通牒，我们呢是邀请梁振英先生呢是在48个钟之内，一是在今晚的集会，一是在明晚的集会，直接来到天马公园，直接来到我们的集会跟市民和学生会面。我们已经预备了一张他最喜欢的折凳和笔和簿，是给他去聆听我们的声音。如果48个钟内他都未曾落过社区和学生市民直接对话，接受市民的质询的话，那我相信升级行动是自在变但是不见，社会都已经一再见到他丑陋的面目，我们必然是会记起，我们需要挺出来，因为这个政府根本就不代表香港人。我们必须跟他说，你绝对不是一地方的主人，因为香港人才是香港的主人。Thank you.
Thank you.
過兩次，淨係九二七同九二八。第一次就係喺公民廣場清場嗰照，嗰次係我第二次見到深綠色嘅防暴警察做嘢，咁就係即清空公民廣場出邊嗰個通道啊。當時係好震撼嘅，因為係砰砰聲嘅打到，一路用盾陣去推進啦，一路用警棍去剝落啲遮度啦。咁聽到啲人會嗌啊，即都係嗰個諗法咯，就係點解會搞到咁咧？好簡單，就係我哋要爭取一樣好基本嘅東西，但係要俾防暴警察去狂打同埋用胡椒噴霧狂噴咧。咁然之後，我好印象深刻就係有一個教院嘅學生咧，對住個警察喺度講好多嘢。咁佢講啲嘢，即係你都係人啊，點解嗰啲？咁嗰下係塌著曬啊！喊得好緊要嗰下，即加埋即將俾人拉啦，或者係同埋見到出面防暴警察清場，或者諗翻成個香港而家嗰個所謂政治困局，或者而家發生嘅嘢，咁加埋佢嘅説話，其實係佢講得好好嘅。我而到而家都即未有機會認識佢，咁希望有機會可以認識翻啦。咁所以嗰下係塌著曬。咁第二次就係九月二十八號未放嗰陣，我去醫院嘅，去醫院睇醫生。其實我知道佔中開始咗啦，因為我聽律師講冇新聞片段睇，咁其實冇乜感覺，因為同埋嗰陣我都即係揾咗好耐，都暈暈頓頓，都唔係好知發生咩事。咁佢同我講話，喂，佔咗中咯，五萬人係剛落到中咯。我話哦，係咩？散散出翻去睇下先。咁都係呢啲反應冇乜感覺，直到係有感覺就係喺醫院見到個電視，嗰下係真係呆咗嘅，逼滿咗防暴警察，亦都成地都係煙，成地都係催淚彈。然之後就有條緊急嘅新聞就係話。学联同埋其他团体就宣布无限期罢工罢课，要求梁振英12点之前下台或者回应，否则就即会罢工罢课嗰啲啦。我见到下我系完全系，即我知道好大镬咯出边，因为有呢一句，你通常都系非常之紧急，先至会不停咁 loop， 同埋嗰阵系7点钟啦，已经即播完新闻，应该系播紧嗰啲星期日嘅，应该系播紧嗰啲食嘢嗰啲嘢。即系星期日嘅 TVB， 咁所以我知系出边系好大镬，咁所以嗰下亦都系咁喺度喊，应该成间医院嗰啲人都喺度望住我，因为我系坐喺中间，而认得你嘅，佢哋应该都未必认得，但系因为系我会形容我阵间个状态就系、是、其实好突出嘅，就两个警察侧边啦，锁嘢手喺后面啦，锁手扣啦，咁然之后系咁喺度喊啦，得我一个系咁样啦，咁所以好多人都望住啦，咁而前面有个太太系认得我嘅，佢都唔敢讲啲咩，佢净系用口即系拧转头用口型同我讲加油，咁嗰下又系差到上晒。